部位是哪个地方最难处理的？处理就是割嘛，是吗？割啊，对啊，割最难的，反正我的把子还在。的把反正你割好，不是打的门骨高高啊，比较有力，比较好。但所以他的打狗狗是那种镰刀那种的，那个把子嘛，你没喊来撸嘛。没有那个什么的嘛，我讲嘛，也是嘛，是打了一有一个几浪在，打了几浪过来，我们打过打了干嘛？你说嘛，干嘛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半年割一次就对了。差不多，都过来动了。老水一次都是这样一把一把的，一把割，就绑起来，就让它立起来，就干让它晒干。哦，也差不多了，就比较轻啊，晒干了。哦，直接在当场晒，绑好就晒在它的那个旁边了。没有，不要，你割的地方啊，它自己的身体放在上面，绑起来。绑好一撮，绑好一撮，我们这个变成是平的了，然后就把它摆全部摆在上面，摆在那边晒。你没有看到茶叶，不是说乱七八糟去摘，这个香茅也是一样，要一粒平平平平的，全部平平，就东西放在上面。我们那样说的时候，就从上面抓抓抓一把一把，有一大把，你带绳子绑下去，自己上去绑。自己绑自己上去绑。哦，啊晒要晒多，要晒多久？两天。两天，天气好的时候两天，不能下雨，哦，一下雨就不行，很重，不能弄湿。晒两天，然后再把它再拿回去处理掉。对，太干了也不行啊，没有油了。太干了，哎，整个在。啊，就是种一次就没有再种了。对，它可以多久？好久哦，你算四年也是不要动，就好几年了。哦，就是某嘛，就是打个一次打个，还是要砍草哈。对，也要砍草。砍草什么的呢？不会漂亮啊，买也没什么。就是采的时候，就是有没有人用笔刀？你们。一定要用割了哈，你笔刀怎么割？笔刀的话，它的根就被拿到了哈，所以它一定要用镰刀。它留那个下面那个再继续长，继续让它再长。差不多一半了，一半。让它继续发芽哈，再长。这个香茅它有类似的这种的香味，还有什么可以马路地黑啦，马路古代啦，喊了呢？啊，肯定玩呢。这边就给它一点哦，再一个放那。就是哈，现在有了，啊，现在看看。你爱都够，这些那么多小那的，还够的呢。也爱好啊，只能啊吃了，啊煮了，啊皮那么多的在皮在皮溜，哎，没那么认真，还好没到过饭店，在我才知道。在搁到过饭店，没到饭店都不知道。也很辛苦啊，你老先。小时候都有做，问你什么都会都有做过，都做那一件，我最大嘛，我哥哥去，也是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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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好了吧，马哈盖多古尼奶收鬼。哎，还别了。啊，这个有没有用处呢？那根露就是啊，我不管那个，只是留着而已，当留着让它继续长，继续长哈。他们工作就大概就是就割香茅做油，有啊，对了，这么东西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这现在还会煮吗？会，有人会煮。有吗？有人煮吗？有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马来西亚喜欢吃哎。在我菲律宾，你们自己会煮那个香茅啊，跑不来了，跑不来。以前哪里有？做以前没有地方公司，所以老人家就种这个，没有工厂啊。现在有地方工作，只要做这个，又便宜，一定要大片种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除草的时候，每个月当当哦，哇，很多事嘞。
你在那个什么那个古墓里面，那个大大汤啊，上面有一个人给，下面是在那边踩。给古墓了，弄嘛给面，有时候还去叫人去落哦，一直流汗，弄不好些，规定规定是你来碰的，气啊。怕会被烧到哈，太热。古墓都忙给很大，都没事呢。有时候一老多，准备个锅碗面了，毛水面了，嘛多多弄气，快点还那个蒸钱快啊！下面都一直快点去弄那个火啊，哦，那个火很好，就它的气很大，那个油也是比较多，你都拖拉拉的，你要往上面，所以那个要一直烧那个蒸汽，一直烧一直烧，啊，人在上面踩，对呀、啊，在里面呢、啊，哎呦呀，这样热，很热。所以他要趁那个还没有，所以规定一直放一直放，那个气才不会一直吹我们，就规定满，然后他就会出来很高，也不木给没得高了，一种一差不多。那时候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高，像半下面很大。所以以前都有这个行业在做这个。有啊，就是批到工厂的。所以他们只有，所以以前阿美族都嘛都是在做这个，有敌人跟家人做也是有种，我们以前呢加工之后那个才是真正贵，他这个起步那都是又累，然后又没有什么赚，也赚不到钱，差不多他都有一瓶才几十块，哇，然后用那么多才赚，才这样一点对啊，点点。人家没有钱啊！我小时候我差不多几岁，我没有看到一百块的呢，我就看到一毛啦、几分呢，看到钱。一块最多。你拿那个一毛钱，老人家被打。一毛钱也可以买东西啊！ Yeah. 你拿那个一毛钱，老人家也是会打人呢，他只能买那个什么。什么都没有，一毛这么多，两个糖果。两个糖。哎呀。是的，好吧，那我们这个就暂时就告一个段落哈，先讲到这边。好，不要动了。哎，我不买了，三百多呢。好，绑起来，这个绑起来。好，这个是香茅，好，暂时休息一下。所以你们这样会驱在家驱蚊会用这个吗？蚊子。啊，在家里会用这个吗？我们也没有用这个，都没有用这个。我不知道，我小时候也没有看到用这个，没有啊，赶蚊用蚊子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小时候有没有蚊子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以前根本不怕蚊子，都不怕虫，所以也不是没有蚊子，还是有蚊子，所以也不会去，应该是不会去赶，可能皮太厚了吧。是哦，你应该是说。应该是说哈、所以比较会拿来只有吃的时候加进去了，吃的东西的关系、很少了。以前哪里有鸡，哪里有什么、所以也很少吃这个，也很少吃，偶尔以前我们都没有吃这个，都也没在吃，上来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什么韩国带果、他们吃这个，所以我们才知道的可以吃，所以你们以前也没有吃，没有吃，就专门就是加工那个油而已。好。好。